在出发免税店，今晚最后一次免税店大量采购，晚上东大门开始补货，所以要喜欢加单的速度吧。韩国 V7 的素颜霜出的新款，更亮更滋润，还有抗衰的功效，刚刚抹了一点，非常的水。最新款的四种味道都给你们拿，四支是150，这个是水蜜桃的，这是香梨的，这是传统的那个爆水最火的，然后这个是 V1 抗皱的，非常好用。今天来的第二家免税店是都塔免税店，浓浓的圣诞气息。Oh,